这日子过得好吧？哎，幸福的很，幸福的很，对对。以前是什么样的日子？以前你们你看，我们现在原先我们在混粮，这就是我家的住房，我整理下的。这是哪一年搬过来的？去年搬下来的。这变化真大，哎，搬着一个新房，真不错。你们高兴，我们也高兴。嗯，这个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，就是给老百姓办事的，啊，老百姓的幸福就是共产党的事业。幸福多了，幸福多了。啊，这是就共产党是不是跟我跟的真正好的很？